这场有机会哦。姐姐很棒，加油！结果场上四个都是姐姐。啊？啊，不像哦。他力量有够啊，就是脚步，我觉得脚步还有很大的加强空间的。啊。哎。啊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练球其实在家里练，那、啊、可是我们家里的场地又不够大，就。所以你认为这样就够了，对不对？要接受正确的指导比较重要。我知道啊。礼拜一练到礼拜天。你朋友那个小孩。对啊，他基本上天天练啊。看得出来了。拿到第五名，等于是前八就有前五名的奖状，就是有看到一点。陈晶晶，笑。刚刚那球，待会打不到。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有一点啊，就是打球打到最后要打出自信。有打出自信，就会越打越好。没自信怎么过？都怎么打都不会过。对。可是他失误率很高。对。对。这一场反而秘密失误比较多哈。他们两个、哦，就是特别的，然后打一打，打一打，然后两个人就很好。你要不要稳住就好了。到最后都开始紧张了，是吧？有可能哦。